实业和制造业总是还是一个国民经济的基础，落脚点还在传统产业，怎么把传统产业做好，比如说劳动生产效率更高，做更好的产品，品质更高的产品，然后用更先进的技术。我们现在更多的希望我们慈心是成为一个这个解决方案商，为我的客户提供服务啊，整套的智能制造的这个服务。企业只有有创新力的产品，才能在这个竞争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，也只有创新性的产品、创新性的服务、创新性的模式，才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在宁波，其实我们可以充分到感受到这个城市它的企业家的创新思想，他们创新活力和担当的精神，再加上宁波其实是比较贴近市场的，这样创新跟实干并举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成果的转化，而且比较容易实现宁波的企业的高质量的发展。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，叫服务型政府。这里的政府真的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确确实实的，就是它是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去考虑发展，有一种非常健康的一个政商关系，那么使得我们企业在拓展业务的过程当中，感受到了这个政府对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支持。